迎观看小雨的 plug。找准角度，把握时机。成果展示，下期见哦！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您观看小雨的 POG 二，这次拍美丽的霞霞子。甩照片的任务也交给霞霞子，甩啊甩啊甩啊甩。看来我拍得不错，成果展示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您观看小雨的 POG 三，让我看看今天拍谁。哈哈，原来是我自己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欢迎观看小雨的 POG 四，大型商业互捧现场，夸美貌。什么角度都好看。夸技术。这是我的表示谦虚。吓死我了，明明在这儿呢，我不想夸他了。再夸一次。后面有一个蒙娜丽莎的微笑，你看。是不是你很像，特别美，反正很朦胧，我就已经看到你在微笑了。让我们一起看看蒙娜丽宁的微笑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您观看小雨的 POG， 这次终于轮到我被拍，和宁宝一起，乖乖坐好，注意表情管理。被拍的感觉可真不错。今天收获满满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欢迎收看小雨的 POG。 听说一个不会摆 pose 的摄影师不是一个好排球运动员。下面请欣赏小雨的摆拍时刻。哎，这个姿势不错。让我看看效果展示，下期见哦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您观看小雨的 POG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